竟是兄，其实楚良人送我的琉璃珠，明明还在我这儿。那个傻子楚良人一定做梦都想不到，是我们把毒药给调包的。大人。 燕太子丹给我这个，到底想要我做什么呢？师兄，挟持我，把他们引开！快！走！奴婢派在太医院的内应今日回报，有应女从太医院拿了安胎的方子，已经有数月。妃子怀孕了，谁？ 是韩长史，韩长史。不过，此次良人怀上龙种，之前为何毫无征兆啊？哎呀，这么慌慌张张做什么？不知道这样会动了本宫的胎气吗？韩长史私自出宫，还死在郊外了。你说什么？韩长史死了，还有他肚子里的孩子。这世界很酷。